Hello，今天大家好，我是陈炳轩。今天要来开箱这个滑鼠，这个什么 ALCRATROZ 的滑鼠啦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啦，它有七个颜色的，用游戏滑鼠 Gaming Mouse 七个颜色。好，我去 LI Mall 宝贝乐那边买的啦，只有29.9而已。So 这个还有些，我这个Micro Pro Gaming，然后这个是 S Craft 的 Tone 5000，然后还有些 Six Buttons 150 Pro Gamer Micro Buttons。然后还有 free 这个给你这个 mouse pad，这个 S Club Pro Gaming mouse setup Instruct，然后 gaming mouse 来的啦。OK，来，我们来看前面这边，旁边也是这样的，下面，上面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一下，还有些这个 extra 这个 brand，然后还有这个 extra 一起，然后还有些什么两个什么什么的，教你怎样用，然后有七个颜色，然后还可以 for Windows XP、Windows Vista、Windows 7、Windows 8、Windows 8.1，还有 Windows 10一起，全部电脑都可以用。OK。还有些什么 size 7什么 size 6那些的，OK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这边还可以打开，哇，里面很美一下哦，还有些这个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已经开过了，只是我忘记开箱的影片，OK。来，我们来看，在那找。我不是上网买的啊，我是去马来西亚买的，我没有上网买。OK，就是这个滑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不错了，就是这个 model 5000，还有些七个颜色，然后可以这样不错，美一下，2年的 warranty。诶、okay，因为呢，之前我也是有买，之前我有 gaming mouse 是 laser 的，只是它现在我要换滑鼠了，它是普通的，就是这个普通的没有灯的。然后好，我换的滑鼠是因为啊，不是不能用的关系，是因为它的那个线已经爆了，所以会电到人，电到我的脚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来换这个滑鼠了。我们来装这个滑鼠吧，旧的先收起来，旧的滑鼠先收起来。我们来看看新的，等一下我会把灯给关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开箱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mouse pad 拿出来，放在这边。我把这个滑鼠给拉出来，滑鼠这边。我们这样放这个 mouse pad 放在这边。把这个新的滑鼠放在这边，放在 mouse pad 的上面。然后我们把 USB port 放在这边，插在我的电脑。OK，就是这样，一插下去，它会安装先，然后安装好了就有灯啦。OK，这个就是很好的 gaming mouse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也是很不错，拿来打游戏的也是很不错，
好，等一下啊，现在我把灯给关上，等我1分钟，不是1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灯有七种颜色，有蓝色、黄色、红色，还有深蓝、浅蓝，然后还会慢慢的换颜色。哇哦，真的太美了，颜色真的太美了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OK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。你们要记得 like 我的影片，然后 like、comment 下面评论，然后以及分享，然后记得要 like 多一点哦。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冰炫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